大家好，我是宇哥，宇哥出品必是精品。Eat my shit. 今天宇哥为大家介绍一部高分美国电影《相助》，故事发生在60年代美国密西西比区。电影开头，我们的女主金妮正在对黑人女佣小艾进行采访。小艾从小便知道她以后是要当女佣的，因为她的妈妈和外婆都是女佣，抚养白人小孩是她一直以来的工作。虽然曾想过去干别的工作，却不得不接受命运的安排。镜头一转，时间回到过去，小艾是白人贵妇瑞夫小姐家的一名女佣，负责照顾主人女儿梅梅的日常生活。因为长期照顾小孩子，她知道小孩子的习性，比如梅梅喜欢坐在胖人的大腿上。说是照顾孩子，但瑞夫小姐家的家务几乎都要由她负责，一周工作6天，月收入却仅有182美元。雇主瑞夫小姐因产后抑郁，平时只顾着和她上流社会的朋友们聚会享乐，甚至从没抱过自己的女儿梅梅。这天，我们的女主金妮小姐去一家报社应聘，通过不断自荐，她终于得到了这个家务生活专栏的小编职位。贵妇希利是女孩子们中第一个有小孩的，因此其他女孩们也必须要生孩子。希利对黑人有极大的偏见，她家的黑人女佣米妮是密西西比最好的厨子，尽管米妮一直尽心照顾希利的母亲沃斯太太，却依旧得不到希利的好脸。米妮是小艾这里最好的朋友，当年她的儿子因故去世，若没有米妮的陪伴，小艾可能早就坚持不下去了。瑞夫小姐在家中举办桥牌聚会，希利与母亲受邀前来，女佣米妮也一起来了。与小艾一起在厨房忙活时，俩人谈起了各家雇主的糗事，二人苦中作乐，彼此安慰。我们的女主金妮作为瑞夫的好友也来参加了聚会，因为女主是这些人中唯一一个还没有结婚生子的人，朋友们都替她着急。期间女主想向小艾请教问题，小艾的雇主瑞夫小姐在其他人别样的目光下同意了。厨房工作的小艾这边接到了希利情敌小亚的电话，小亚想让小艾帮自己找个待业的女佣。得知是小亚打来的，瑞夫惶恐地对希利与其他朋友们解释自己从未和小亚有过来往，唯恐大家误会自己。希利对黑人的成见很深，宁可憋着也不用瑞夫家的卫生间，因为他知道黑人女佣小艾一定用过，认为黑人身上有病菌。女主担心小艾为此伤心，想转移话题，希利竟毫不掩饰地在小艾面前建议瑞夫最好给黑人建个独立卫生间，甚至起草了家庭卫生倡议书，想让所有白人家庭都给黑人侍从提供单独卫生间，让女主将这份倡议书交给报社。女主家中的佣人康斯婆婆不知因何原因离开了，女主找小艾询问，但小艾也不清楚。于是女主气冲冲地回到家，向母亲询问康斯婆婆离开的原因，母亲却避而不谈，不停转移话题，她只想把单身女儿赶紧嫁出去。饭桌上，女主再次询问康斯婆婆离开的原因，父亲支支吾吾，只说婆婆去芝加哥和家人团聚去了。女主从小被康斯婆婆带大，婆婆在家中待了29年，女主不信这些鬼话，怀疑康斯婆婆是被母亲辞退了。女主来到门口，树下的小石椅令她忆起了过去，当年大家都嫌女主长得不好看，没人邀她跳舞，康斯婆婆语气坚定地鼓励她，只有内心不健康的人才是丑，那些尖酸刻薄的男孩才叫丑，你跟他们不同，那只是傻瓜们说的无聊话，你将来肯定会大有作为。女主被婆婆夸得破涕为笑，婆婆揽着她开心地回了家。女主与主编商议，想站在黑人女佣立场上写点东西替他们说出心声，主编同意让她试试。说干就干，女主想从小艾那里了解关于黑人女佣在白人家工作的故事，但小艾担心自己的安全不敢帮忙。瑞夫也正式和丈夫申请在门外给小艾修建黑人专用卫生间，丈夫虽然很不情愿，但还是同意了。这天夜里狂风大作，暴雨倾盆，米妮内急，可这么大的雨去外边上厕所实在太受罪了。沃斯太太让米妮在屋内的卫生间方便，但女儿希利不同意，认为只是毛毛雨影响不大。米妮借口去端茶，实际上是想偷偷用卫生间。记得的希利悄悄跟了过去，听到希利在门外问话的声音，米妮故意打开了冲水的开关，希利的肺都要气炸了，当即辞退米妮，将她赶出了家。而小艾的厕所单间已经建好了，
今后他不得不接受这个特殊待遇。女主再次找到小爱，请求对他进行专访，但小爱感觉到很危险，又一次拒绝了。而西里不但将米妮解雇，还跟镇上所有白人说他是偷烛台的贼，这下所有人都不敢用他了。丈夫得知米妮丢了工作，又是一顿家暴伺候，米妮咽不下这口气，他再次按响西里家的门铃，带着自己精心烹饪的巧克力馅饼假装来认错，出奇招教训了西里。至于用了什么招，宇哥待会儿会讲到。在教堂做礼拜时，黑人神父教导大家，爱就像我主耶稣亲身示范那样，勇于为了自己的同胞受尽苦难。这些话影响了小爱，她想起好友米妮的遭遇，勇敢地接受了女主的采访。女主按小爱的要求提前两个路口下车，打车来到小爱家。因为白人采访黑人在这个年代是犯法的，这也是小爱第一次邀请一位白人来家里做客，她因此手忙脚乱，担心自己说的话会惹同为白人的女主不高兴。但女主告诉她，你又不是针对我，不用考虑我的感受。二人决定将故事里的人物全部用化名，之后便发生了影片开始时采访的那一幕。照顾一个白人的孩子，把自己的孩子留在家里让别人照顾是什么滋味？小歪望着墙上儿子的照片，哽咽的说不出话，要求换个话题，最后决定把想说的话写下来念给女主听，就像平时写祷文一样。小歪自1925年他14岁那年便开始辍学打工，帮白人家带孩子补贴家用。小歪渐渐放松下来，和女主说了很多。辞退米妮后，西利重新找了一位黑人女佣阿丽帮忙打理家务。阿丽忐忑不安地请西利夫妇帮忙，他的两个儿子都以优异的成绩读完高中，但没足够的钱供他们上大学，还差75美元学费。西利的丈夫一听是这事儿，立马找借口离开了。而西利经过一番言语侮辱后，以一脸施舍的姿态同意了阿丽低声下气的请求。丈夫的威胁与经济的窘迫令米妮不得不让自己年幼的女儿也辍学去打工，临行前再三叮嘱她不能和主人顶嘴。小爱这边将米妮介绍给了一家与西利没有来往的雇主，她就是曾打过电话抢了西利前男友的姑娘小亚。小亚是个率性的姑娘，她是请米妮来教自己烹饪的，拉着米妮聊个不停。当得知米妮愿意接下这个工作后，兴奋地连跳带拥抱，给米妮吓坏了。小亚热情地将米妮拉进屋，告诉她每天4点前必须回去，因为雇女佣的事她想先瞒着丈夫乔尼，让老公瞧瞧自己有多能干。这天小爱接受采访时，米妮来了，她挺着腰板质问女主是何居心，是不是想借机坑小爱，最后气得推门而出。但没一会儿又回来了，她居然决定一起加入采访。米妮一聊起吃的来就滔滔不绝，三人从晚上一直聊到清晨，整整聊了一宿，却没一人犯困，每人都很精神。西利帮女主安排了相亲对象司徒，母亲得知后帮女主好好打扮了一通，换了新发型的女主果然比以前更漂亮了。不拘小节的女主居然开着拖拉机去相亲，面对司徒的讥讽，性格直率的女主没给对方留一点面子，在饭桌上怒怼，没聊两句便愤然离席，司徒却笑了。米妮就指挥做玉米饼的小亚做了一桌香喷喷的饭菜，开餐时小亚居然不顾黑人法上的要求，只为要和米妮在同一个饭桌上吃饭。米妮要她尽早将自己来当佣人的事告诉丈夫乔尼，小亚却转移了话题。此时正值马丁·路德·金民权运动兴起之时，主编对女主发来的稿件很感兴趣，但还是觉得人数不太够，让女主至少将黑人女佣的采访人数增加到12个才能发行，但其他女佣都不敢接受采访。小爱与米妮建议将自己身上丰富的故事安插到其他虚拟人物上，女主却坚持实事求是。小爱激动地说出了那件不堪回首的往事，当年儿子在搬木材时被卡车碾过，白人领班将他丢进卡车厢，开到一家黑人医院，扔下去就跑了。小爱将年仅24岁已救不回来的儿子带回家，眼睁睁看着他咽气，眼泪在眼眶中打转，小爱起身离开了。西里知道女主一直没有将自己起草的那份家庭卫生倡议书交上去，瞪着俩大眼催他登报。这天早晨，女主之前的约会对象司徒居然主动来找她道歉，他很欣赏女主性格，主动邀她出去吃饭，并在饭桌上对女主大加称赞，两人顺理成章地走到了一起。
女主决定小肖报复一下西利，在新闻稿上把捐旧衣服改成了捐旧马桶到西利家，于是一堆旧马桶送到了他家的院子里，围观者忍俊不禁，而他的鼻子都要气歪了。这晚小艾坐公交车回家途中被司机要求强制下车，原来刚刚有黑人被枪杀了，整个黑人区人心惶惶，小艾怕得要命，跌跌撞撞地向敏妮家跑去，这脚摔得很疼。姐妹俩担心受访的事被人知道，二人紧紧抱在一起。第二天敏妮临走前发现小亚不对劲，撞进门后发现她流产了，丈夫乔尼当年因怀孕才和她结婚的，她担心乔尼会接受不了，敏妮一直陪在身边体贴地照顾着她。家中经济窘迫的阿丽在西利家捡到钻戒后私自拿去当掉，被西利找来警察抓走了，其他女佣亲眼目睹了这一幕。女主闻讯后赶到小艾家，发现有十多名黑人女佣聚在这里，他们已转变心意，同意讲出自己的故事接受专访，大家相继将自己的亲身经历讲了出来，每个故事都很鲜活。单纯的小亚学会烹饪后带着米妮烹饪的巧克力馅饼去参加西利等贵妇们的桥牌聚会，却不知西利压根不待见她，女人们一起躲了起来，小亚伤心透顶，在米妮的解释下才知道原因，原来西利一直把她当作抢了乔尼的第三者。小亚恍然大悟，决定在周五的慈善晚宴上亲口向西利解释此事。米妮终于道出了实情，原来那天她假意去给西利道歉，西利一边趾高气昂地指责米妮不听话，一边对她的巧克力馅饼赞不绝口，同意让米妮回来，但前提是每周要扣掉5美元。米妮生气地将馅饼的独家秘方告诉了西利，吃我的屎吧。原来西利刚刚吃了米妮的便便馅饼，这下乐得大了。米妮相信只要将这件事写进书里，西利就到死也不会承认此事和他有关，这样大家也就安全了。西利组织的慈善晚宴这天，小亚带着丈夫乔尼一起来参加，和高耸入云的胸部吸走了所有男人的目光。宴会上西利阴差阳错竞标成功，竟获得了米妮做的馅饼，小亚借机上前恭喜，向他解释自己并不是第三者，西利却以为他知道了自己吃米妮馅饼的糗事，警告他这事和谁都不能说。小亚误会了，哭着离席。事后才知道馅饼是西利母亲买下来故意气女儿的，谁让不孝女西利把老妈扔进了疗养院。小亚以为大家都排挤她，想离开这个伤心地回老家，米妮见状将馅饼的事告诉了她，小亚这才释然。邮寄稿件之前，女主还有一则故事要打出来，她要向母亲问清楚康斯婆婆为何会离开。在女儿的不断追问下，母亲终于道出了实情，那段日子她刚刚被美国女杰委员会委任为州级评论员，会长千里迢迢来到家中参与庆祝，饭桌上康斯婆婆诚惶诚恐地为会长布菜，白人贵妇们用餐时正巧婆婆的女儿小雷来看妈妈康斯婆婆，女主的妈妈要她从后门进，耿直的小雷不肯，推门而入与妈妈相见，会长大怒，当面给女主的妈妈施压，女主妈妈被迫将母女俩赶出家门，在贵妇们的注视下关上了房门。但女主的妈妈也不想这样，第二天便去婆婆家找她，可她已经走了，之后还派人去芝加哥接婆婆回来，可到那里后才知道婆婆已经去世了，一定是妈妈当时伤了婆婆的心。女主的妈妈哽咽了，新书相助出版了，预订量低得创了记录，女主将收到的600美元稿费分给采访的13位女佣，每人46美元。米妮捧着这并不多的钱，兴奋地和小艾抱着跳起了舞。西利的妈妈沃斯太太无意间读到了这本书，看到馅饼的故事后，她从疗养院激动地致电女儿，向她力荐这本书。小艾与米妮也发现身边已有越来越多的人读到了这本书，女主的男友司徒却斥责她不该出版这本书，与她大吵一架后分手了。西利终于读到了自己吃馅饼那段，她在床上叫道像只老母鸡，她猜到是女主写了这本书，大吼大叫地跑到女主家兴师问罪，见女主不服软，还想找女主的妈妈告状，然而这次女主妈妈并没有站在她那边。西利，你一定吃馅饼吃太多了，我知道你来干嘛，马上从我家滚蛋。这画面宇哥我看着都解气，胆识有时会隔代相传，谢谢你把她带回了咱们家。妈妈知道女主被纽约一家出版社录用了，告诉她自己的病好多了，要她放心去追梦。
我从没像今天这样为你自豪过。女主眼中噙着泪，扑进了妈妈怀中。这天，小叶的丈夫乔尼提前回家，撞见了米妮。米妮吓得大叫着逃跑，包也扔了，想和她拼命。乔尼要米妮别紧张，其实她早就知道米妮的存在了，很感激米妮教妻子小牙烹饪，还救了轻生的她。她帮米妮收拾起地上的东西，带她回了家。为感谢米妮，小亚竟一宿没睡，用米妮教他的厨艺做了整整一桌的饕餮大餐。夫妻俩决定与米妮永久续约，这一桌大餐给了米妮勇气，她带着孩子们离开了家暴丈夫，再没回去。小爱与米妮去教堂做礼拜，竟发现每位黑人同胞人手一本香烛，掌声雷动，感谢他俩勇敢带头说出了一切。每个人都在书里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些签名实在太美了。小爱与米妮要女主放心去纽约开始新的生活，他俩会互相扶持，彼此照顾到。女主欣慰地握住了小爱的手。小爱回到雇主瑞夫家，却发现西利也在。西利为报复小爱，竟诬陷小爱偷了他家的餐具。瑞夫试图帮小爱解围，但西利执意要将小爱辞退，否则就报警。胆小的瑞夫不敢得罪西利，只得由着他去。小爱依依不舍地抱了抱小主人梅梅，含泪离开了瑞夫家。梅梅是他带的最后一个孩子，他在梅梅的哭喊声中忍痛离去。虽然今天发生的事情很糟糕，但阳光却很好。小爱在阳光沐浴的树荫下渐渐远去，相信明天一定会变得更好。影片《香渡》改编自凯瑟琳·斯图科特2009年同名小说，小说一经出版就获得了极大的赞誉和如潮好评。影片导演和作者是多年的好友，看了好友的畅销书后，他竭力规劝作者将小说搬上银幕，因为这本小说有着极强的戏剧性和电影性，几经周折才有了这部电影。香渡是一部小成本电影，他没有用讨酒的方式来编排剧情，刻意制造黑人与白人间的冲突，也没有刻意美化或黑化哪一方，里边安插了许多笑料，用很真实生活化的片段来呈现剧情，每位角色的性格都塑造得很立体。白人并不全是混蛋，如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勇敢的女主，她在那个非常年代敢于和贵妇好友们为敌，不惜得罪最有权势的西利，完成了那本意义非凡的书。小亚与米妮都是不会拐弯的直性的，小亚从开始就没把米妮当成异类，她被当地所有女人排斥，却与同样被白人歧视的米妮，两个最真诚的人成为了最好的朋友。还有真心换真心，你对我们好，我们也会对你真诚以待的小鸭丈夫乔尼，与可爱的老阿姨沃斯太太，她几乎一人承包了米妮之外的所有笑点。黑人里也不全是好人，里边也有害群之马。阿里也许是为了孩子们上大学，但他丢掉了职业操守，无论再难，无论有什么苦衷，都不该偷拿主人家的钻戒，这是绝对不被允许的行为。他代表着所有非裔与黑人同胞们本就被歧视，你还去偷盗，这不是让白人对你们的偏见更深吗？前阵的美国警察跪杀弗洛伊德一事引起了各方关注，宇哥我身在中国，没去过美国，没有切身经历，不是很了解美国那边的情况，不敢妄自过多发言。听很多国外的同胞说，黑人在国外确实干了很多不好的事儿，如抢劫、偷盗，他们在晚上看到黑人都会害怕，也有很多人都被打劫过，而我们国人在国外也会受到各种排挤与歧视。但仔细想想，我们有没有做过给自己国家抹黑、有损国人形象的事儿呢？有时我们也会将些不好的坏习惯带到国外，有些人在国内闯红灯、随地吐痰，在旅游景点的建筑上乱刻乱画，在国外也会不顾他人的眼光照旧这么干，给一些外国人留下了中国人素质低下的印象。我们的每一个不好行为都会影响当地人对我们的看法与态度。关于种族歧视，这或许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我们唯一能做到就是做好自己，在国外留学、旅游、公出时严于律己，遵守当地法则法规，因为我们的每个人都代表着中国人的形象。若无法做到约束自己，从自身根本上改变整个民族整体素质，别人的帮助与外力的约束也会显得很苍白、很无力。唯有将自己变得无懈可击，整个国家强大起来，才会获得他人发自内心的真正尊重。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喜欢宇哥的视频，别忘关注我的公众号，搜索宇哥讲电影这五个字，我的公众号里有更多精彩内容哟。喜欢宇哥的视频请订阅关注，获取第一时间更新。对了，还有别忘记转发哟。